林克修仙哪家强，九重天里见仙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剑仙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越战越刻度 PK 视频。大家可以看到战力对比图中敌我两方战力差距悬殊，那么我是如何越战越刻度打败他的呢？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，那就是卡顿。所谓卡顿，就是通过调整自身神通，在对方护盾 CD 时控制加一套神通秒掉对方。细节的地方我就不多赘述了，后面请大家观看 PK 视频。